Hello， 大家好，好久不见。然后今天呢，我准备挑战一下之前从来没挑战过的，就是做一些香薰，到时候会送给你们。然后我刚才已经挑了需要用的一些素材，然后还有一些模具，对，然后有心形的，然后还有这样的，这样。制作的过程中，然后会加一些什么小的一些花瓣啊，然后还有一些我自己选的一些味道。可以期待一下。哇，这个绝了，这个不是香味儿。怎么样，香不？这个是什么？这个跟那个一样，就是素。嗯，这个比较甜甜的。这样的。嗯，这个就不行，就是巧克力嘛。我自己选的一些味道，可以期待一下。妈，完了，这个不是，就那两个吧。然后我最终选了是这两个味道，怎么样，香吧？这个应该是西瓜的，比较甜一点的。然后这个有点像巧克力，一些就是有点像黑糖珍珠的味道，这个比较甜的那种，有点巧克力的那种。感觉，那我现在就准备开始了。然后我现在里边滴一点这个香味的香油，这个、不行，巧克力吗？我撒点，我说点这样子，完了得过，喷一个那个调出来的酱油，这个不是。然后我最终选了是这两个味道的。这个应该是西瓜的，比较甜一点的。然后这个有点像，现在我准备有点像黑糖珍珠，比较甜甜粒的那种感造型。那我现在就准备，所以其实我这个现在的这个改造型的部分只是试版，等到我弄完之后它出来了，我才会按照我摆的那个样子粘上去。巧克力看啊，这个金色的话配，我撒点这个金色的。选了一个臭色，因为我觉得这个花瓣的这个颜色刚好跟这个，我可以把这个调金色的更好看。这个不是，我感觉这个再撒一点，然后这个有点像，剪花，然后摆一些。那我现在就准备开始，然后我先在里边滴一点，这个只是试摆。等到我弄完之后，它因为我觉得它这个很好看，这个我可以把这个，它是一个蜡，然后得放进去之后，等它半干的状态之后，再把花瓣的样子，然后再给它放进去，等它凝固，然后等它干了的时候就完成了。那我现在，哎，这贝壳还挺好看的，剪花然后摆一下，对啊，好，这个留着下一个。一个是啊，真的，因为我觉得它这个刚好跟这个，我可以把这个金色的再撒一点，干了的时候这就感觉是完成了，完了，对对对，就这样。可以让它护色，这个留着下一个。这个我试试，一个是这样，这个时候要用到吹风机了。完了，我花瓣全吹没了。哎，等一下，不对呀，那个东西呢？
失败。但我觉得还行吧。那种感觉，但是就是感觉这个花长得有点莫名的东北味儿，其实还可以的，就是有点东北味儿，可以。你再笑大声点，你是多嫌弃我的花。好，下一个，我再也不要这金色了，我天，我看着挺美的，啊，先弄一个海洋的感觉。然后我要上这种银色的，那种土味的那种感觉。这里有贝壳，哇，这个花吗？莫名的东北味儿。妈，为什么这花一粘上去就感觉是那种跟我想的那种不一样呢？有一种那种什么冬梅啊什么那种，就那个味儿，真不像，真不看着像。我觉得其实还行，就是看着有点土，不知道为啥，但是其实总体来说还行，就这样。你要啊，可以把你花出来，就是按照这个。好，我现在准备放蜡油，这个是放完蜡油，然后里面有那个银粉，然后现在就等它快干的半干的时候，然后再放。哇，感觉这个有点好看，那我不加这个蓝色，蓝色加进去像冬梅，不知道为啥，就感觉是就是那种以前好几十年前的那种，就是谁穿那个绣花衣领绣的这种蓝花配上去，然后那种。叫他都没了，那边有人。香，那是不是尽量多堆一点会好一些？嗯。放这个。去休息。好，第三个已经完事儿了。我觉得这个还蛮好看。这海螺跟这花也不搭呀。紫色的花。不行，我发现了这一种花只能放一个。我现在要等它半干，然后我先准备把下一个先放。
这个白色的雪花。嗯，弄一个鱼和贝壳，和什么？我看。就问那个吧，最后一个钢琴会有什么地皮？我想先放几个臭的那边。终于大功告成了，六个全弄好了。给他们每个人起个名字吧。嗯，第一个吗？土红，闪耀，纯洁吧，纯洁。并没想好，仙女，紫穗，这个叫裂开了啊，这个，我裂开了。这几个名好土，叫土红、闪耀、纯洁、仙女、紫穗，裂开。脱模了，第一个，哎，这脱模挺难呀，我不会给它掰碎吧，我特别怕。哎，好了，背面，我本来这个确实是有点土，这个背面全是金粉。其实我背面是画了一个新的，在底下画的，因为它那个蜡凝固，就是它不好弄，然后我想说试一下，没准还成了，结果真的成了，就是虽然说有点土吧，但是也还行。而它这块是有个孔，选一个红色的，红色的这个扣在里边，扣进去之后，然后就可以穿那个绳子带上。这个反正已经叫土红了，就让它土下去吧，用个金色的，我闻一下。哇，挺香的。好了，还可以吧？好，第一个完事儿。好，我现在开始脱第二个膜。好了，先放这儿，等会儿再穿东西。第三个是这个吧，有一点点温度的，还是。
好，现在把这三个膜脱掉。这个背面，哎，这个挺好看的，这个背面整那金粉干啥，整这多好看，非得整那金粉银粉上去，你看这家闪耀的。这个贝壳不知道能不能看到，这后面我放了贝壳，裂开了啊，没了贝壳，也还行。好了，现在全部都完成了，已经各式各样，还可以吧。OK， 结束。这个香薰牌已经就是弄完了六个，但是我觉得就是可能差点意思，就感觉还是少点东西。然后刚才跟这里的那个老板说了一下，再做一个香薰浮游品，可以跟这个一起，到时候再送给你们。好，现在这个香薰流油膏不是叫什么？漂流瓶。叫啥来着？浮游瓶，浮游瓶。现在这个香薰浮游瓶已经准备好六个瓶子了，然后会搭配刚才那个六个香薰脆饼。对，然后现在这六个香薰浮游瓶会配那个六个香薰脆。饿了。啊，再来一次，再卡一次。现在呢，就是刚才那个香脆瓶、香薰牌，哈，这个六个浮游瓶，然后会配六个香薰牌一起，然后到时候给大家。这个就比较简单，选一些花，喜欢的花，然后放进去之后，然后用这个应该是那个油，然后倒进去。然后就可以了，它就不会变质，这个花什么的样子也不会变，就会一直保持这个样子在里面，然后会放一些香的这个味道加进去，然后它就整个就是比较香，然后到时候会配上这个扩香的，我觉得这种一般放卧室比较好，因为放客厅的话就是面积太大了，它香味出不来。现在开始选花，首先呢，我觉得这个还是不错的。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还是因为不是专业的，它那个配色我还是抓不准，有的时候放进去觉得挺好的，但是做出来成品就感觉一般般。你看像这个我就卡着了，我就不知道再怎么弄。然后可以放点这个，这个就是红和黄的配色吧，不知道能不能好看，多放点绿色再还行吧。紫色我觉得可以，紫色的，紫色配黄色，这个是紫色黄色的，然后我要把这个大花塞进去，想弄弄塞。哟，完了，这个就纯黄色的，好吧，咱们纯粹一点，可以啊，黄色的。再弄一个紫色的吧。我想放点海螺进去，海螺石头，黑色海螺，紫色海螺，再放几个小石头。好，这个不能这样太单薄了吧？
还行，其实你离近一点看，你觉得觉得还可以。哎，但是这个瓶碎了，刚刚那个瓶子口碎了，我把这个刚做的那个海螺的放到这里吧，都放进去。这个后面，这个哟，冒，它这个特别的浓，哎，我觉得它放完这个浮油变好看了，是吧？哟哟，我的妈！所有的已经全部完成了，香薰浮游瓶还有香薰牌都已经搞定了，到时候给你们当圣诞礼物送给大家，拜拜。